开场就喷我。啊！被卡画面。哇！一个躲上，一个躲下。我死了。然后跟着跳。然后有。没事。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！哎哎哎哎，没人这样作弊的。我看到彩虹了。烂东西。那你还有？哦、吃好吃嘛？暂时撑着啊。是换了武器之后就暂时不能换了。没有，反正他也是在身上不占格子，要换的话再换啊。那你会复活吗？还不会，好像要打一定的敌人之后才会复活。还会复活？轻松。对，我的。不贪了吗？帅。现在在开台哦。哎呀！别打，别打。又想打架了吗？反正说我们现在三十分钟。要打架了吗？买呀、啊！他说三十分钟内去台北就请客。你讲的哦，我最近哦，赶紧冲出去！我是最近的哦，反应赶快，反应赶快！三十分钟到不了台北吧？正在虎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汉娜更近哎、欸。对啊，赶快去找团团哦。这 rainbow 的效果真的是。很可爱啊！哎、欸，对，你复活了。在打完一大关啊！安安，安安，你在逼我刷卡？对，就是逼你。现在是在逼我刷卡吗？对。快快玩弄你的魔法小卡！笑你不敢，你一定不敢。笑你不敢，你一定不敢啊！刚好刷了怎么办？我刷了怎么办？你刷了，你还蛋死我，请你吃饭啊！好远哦，为了这一顿饭，你压起来，干你就不会来淡水的，我当然敢这样讲啊！哇！那我去淡水怎么办？我下班。我叫火舞请你吃东西。火舞在吗？不在啊。不在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在。他在用嘴巴玩游戏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快打完了，你去死啦！你没得打，完了，去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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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不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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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过太多次不行。我想说这一套，我觉得这套一定可以。刚好我碰到的都是很猛的。你说装备啊？对。变色就爱了。本来也以为我可以啊，我以为我行的啊，怎么有小熊头？好可爱哦、喔！买下去。迷人的泰迪熊。所以你打通了吗？我昨天通了啊。装、啊、备不同，元素的伤害。有谁在？有很多人在，所以你应该不用标记谁啊，因为等一下又有人要跑去吃饭啊。嗯，对啊。你今天不用特别打。对啊，好，今天共斗没关系，也不算共斗。今天共通话。也是艾琳啊。我可以消费吗？抽一人就冲动型消费吗？一群人。我看一下你们。泰迪熊的效果是有机会魅惑敌人，应该买它才对。魅惑吗？对啊。好可爱耶！小熊。买，还是你已经过了？我买另外一个，有点想退货。他只能买一个哦。我没钱。哦、oh. 。我穷。好，我知道你穷。哎、欸，你有吸血鬼眼镜吗？有啊。然后到装备这边去快的招式啊。炸了。爆了。爆了。爆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火舞。我存火，然后最后第三只的王是冰的。我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啊？不好啊！我被他克啊，克属啊，减伤啊，属性被克到啊。那你没有克，那冰被什么克啊？
冰被封，哎、欸，不是冰被雷啦。可是冰不导电、欸。那几点？六点整。六点整。我啊。哎呀，怎么会过的？他写才过半而已。我这局打完就要关了。哎、啊，我就卡在三至三最后一关了。哎，打完。要不要买点东西啊？200块，好、啊。那个，这暴击，暴击跟闪避。好。为什么我觉得怎么看的都在？你要选吗？你要吗？什么？什么东西？我要蓝色。啊，不要吧。你们这样就买。对。啊，蓝色的蓝色，我技术还没有很好啊。哦，我按到手会断掉啊。玩这游戏感觉超累，在打生命。哇、哦，好、哦欸。中掉。呀呀。哎、欸，可是他最大生命值加75，哎，跟小鳄鱼比起来差好多。我想要泰迪熊，我可以退款吗？你买了哪一个啊？我买了一个是吸血会加魔法值的东西，能量啊。然后打怪会加能量，你要一直打，不打的话会消。所以你补血的话就会加能量。你那根那个叫电的是普攻哦。哇。哇，这增强嘞，增强是可以干嘛？增强你结束后也会多一个用。哦。弱点。我、啊、中了。因为他用了彩虹小马的尾巴。对，所以开台了。根本不想开的。你们要感谢彩虹小马贡献他的尾巴。彩虹小马，现在有几个人在爬？我没有。哎呦！哦，哎呦！哎、欸，我看错人了。哎呀，奇怪，怎么会？我会发电。嗯。其实我应该不应该选那个冰？因为我冰是就主要是说一直慢慢打，先冰起来。这样不好吗？不是两个人打的时候就常常会互相啊。对啊。哦，会互相干扰。就是明明冰起来，可是就是刚好可能那个电还是什么的电到，又全部然后就又掰了。嗯，那啥，哦呦，换不掉，攻速快而已。讲我这个是雅雅。雅雅包包，包包，包包。首领击败。不能这样子，电玩都没还可以偷打我。啊啊！你接到了。我刚明明是瞄准他。哦。哎！好像蛮好用的。要，哎呦，他要瞄比较准一点。啊，我应该给你吃。走路真的好慢哦，魔性很假。你受到伤害有几率在附近有藤蔓。人受伤害时会出现藤蔓。嗯。有藤蔓可以做什么？我怎么不先看其他特价？你要看那个没特价的东西。因为我看到胸甲啊。哦，胸甲说不定是增加防御。这是什么水银的便携？
水银的便携是加跑速。呜呜呜呜呜！水银的便携听起来脚很痛。加跑速，还有那个嘞，同花顺。同花顺是你要带一样的道具，一样的技能，一样属性的奥数。装备一样，全部装备一样。不是有一个是电不行。这个丝袜的，然后加火抗，对，加火抗，好像那没有必要哈。先留着，看一下那个咖啡店。没有，还有还差一个。啊，一直在做。哎，一直在对面。那我们慢慢走捷径。这里是那个，怎么今晚这么惨啊？妈的，你要学了吗？对，呀。来啦！摆脱简单的装备烦恼，这就炸开了。这只芭比人天平。像是可以吸别人的速度那些吧，加自己跑速，减自己吸地时间，不错哦。你技能可以狂靠、欸、啊，可是你天平要打到敌人才会加那个吸地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哎、欸，天平好用哎、欸，它打到之后是会爆炸，它会爆炸、哦。对啊，它会把怪弹开，所以你可以把这些哦冲进怪群，把怪推到那个啊洞里。哎、欸。会造成双倍伤害，双倍伤害，我要双倍暴击，是这个。小马一起打。好，等一下。我要买鳄鱼之心才对哦。你怎么多重追台？来来来来，我是一个跑很慢的彩虹小马，这就要爆了。来，上面这本东西啊。刚开台吗？对哦，刚开台哦。好，那就可以走了，走了。你跟电好像有点。二关头王，石头安安。安。喂，更帅哦！哎，有人的 Siri 跑出来喽。嘿 ，Siri。啊。好，可以可以。啊。进到洞里面。这是什么戏？罪人的账册吧，不会告诉最那个、哦？不是，没有。敌人越多，王将越强。敌人越多会不是，就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打诅咒旁边会有一条线，好几条线在那边，感觉就感觉都是负面效果。我等一下回家吃饭。靠北。哦呦！没说到，我忘记我没有少一个技能。好慢呐、啊！哦，死住！你为什么要过去？太顺手了。哦，打 boss 了。哎、欸、咻！哎、欸，好起来，好起来！抓住他，抓住他！哦，那个凤凰好像蛮用的。我以为我在天平啊。看一下其他出现哪东西吧。嘟嘟嘟。嗯。要爆啦！亏我还拿到彩虹杜教授的尾巴。不要抓起来，没事。天哪！快啦！非常不妙。抽奖，完了，我要炸开！我操！那抽奖是拿哪一个啊？随机吧，随机。我感觉就是第一个那个的呢。三角形、那個。对啊，感觉是三角形那个。你是有拿到戴了什么帽子还是光圈呢、啊欸？帽子。对。啊，剪刀的话也可以复活、哦。不是哎、欸。啊，犹豫了。啊，来了。
飘吧。这个龙卷风。哦，好像很帅。一是周围的。二三。看，丢雪花，完了，炸开。这龙卷风 CD 也太久了吧？我觉得不妙啊。哇。哦，鸭血鱼。鸭血。玩家会开坦吗？应该是不会。哦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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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被洗被洗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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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洗喽！王要死喽，王要死喽，王要死喽，王要死喽！我以为是你要死了，不是手肿还爬，要肿成什么样子？啊，肿的跟大拇指一样。哎，我还以为我撞大，结果是你撞大。我根本连跳都没跳，我在边边的也被打。灵系伤害。捞回来了。没那么多招。要谁？啊，可恶！不 fail 了。下去下去下去。这个是召唤一个盾嘛？就是你可以挡一次远程冲击。它会反弹，金之盾吗？对啊，对，会反弹。时间还会恢复那个盾。你为什么这么清楚？干清楚就代表宅了啊！哎呀，都要研究这个啊。对啊，不然一问三不知。好用的就那几个啊，记一记就好了。电梯没有这东西耶，可能是刚好你打一个靶。下去啦，下去啦，下去下去下去啊！攻击敌人，攻击敌人增加击退，这对远程比较有用。这对我来说应该是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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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欧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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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钱？不买吗？不买。我觉得买越多刀，后期会越有利哦。嗯，没关系。我还有钱哦，我还要给，我还需要刀刀斧。哦，好好。这他要被推坑了。打彩虹小马，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彩虹小马。我很紧张啊！一听到这个都会吓一跳。藏起来。如果技能不够痛哎、欸，可能因为手肿吧。哎、欸，过了。他这边是，走路就比较慢。罗雷切。这边要小心一点。啊，又是这里。我们要走下面吧。那个卡片是什么？哦呦，就技能啊，死了。哦。卡片是技能，道具就是道具。可是刚刚不是有卡片跑出人来？啊、哦，怪啊！这个骄傲，这个骄傲被摸一下就死掉了。哎、欸，好可怕！困难模式打一下50滴。哇，小怪打一下50滴，那 boss 打一下，应该两三百跑不掉吧？小怪摸我一下50，不投了，还两下痛。哇、哦，怎么帅？不可能的，下去了。哦、魔法，魔法的话，龙之俯冲，俯冲是那个吧？剩十滴，两条龙那个吗？感觉可以，闪电的好。龙魂啊，定你锁定，锁定你，冲的速度变两倍。嗯，按住哦，还要按住哦。这个好像没什么用啊。集气的招式哎、欸，集气，这些招式不太优啊。那、啊、这个是破关的技能，集气没中。
他的虚电呢、欸？他怎么在回血？会啊，他有蓝，有讲过有蓝色血条啊。哦。谁血？我这可不好用。这有钱吗？应该不会有。好啦。而且我确定冰块会不会掉钱？啊，我去买那一套好了，血量变异的，我来了。血量变异的，买。骄傲，骄傲，对吧？血量一，哦，有人血量一哦。嗯，被轻轻的碰一下就死掉了。啊，然后要带那个徽章，对不对？带徽章，如果你带徽章的话，就是像我刚刚说的，小怪打一下五十，我来啦，难度最高五，你可以去花200去换开那个分盾啊，没有钱啊，200开盾不是换钱而已吗？双面效益，贪婪之铠，双面角状光环，看一下哦。我记得一个是复活的，光环是复活的。呀、啊！可恶！双面效应太恐怖了吧！我是近战招。哦，你打敌人会暴击，但是敌人打你会暴击。可是我没有，哎、欸，我吸血鬼，那我带。痛啊！可以带带看。这一次完全被克。完全被克，哇，好痛哦！哎、欸，困难模式是第三关的难度哎、欸，对啊，被克死了。我刚进去，一开始小怪技能都很强了。这件干嘛用的？这件是给 N 穿的啊。嗯，闪电星星，我顶多撑一分钟而已，我就死了。可以可以，这可以。很多人都带这一刀，这一套是给 N 穿的。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哇，那个大招好爽！你可以把它放在大招那一格看看啊。哇，吸血好爽哦！这吸血也太爽了吧！暴击啊，打没打一下、啊，回一到一到二 D 吧。那一招就是你集满气的时候，它会放个大招。哦，欸、回到240了、欸，有机会。花5元宝石升级，就是帮你那个啊，披风上面附魔。对，可是就随机啊。这个就是你看哦，我左上角的血量哦，500嘛。好了好了。然后变5，这个是加血量。啊，如果你换到别套的话就没了，效果就洗掉了，重来了。哦，还是你是说，那个一滴血的披风再拿去用五宝？不能，不能哦，不能。他说那一件太强大，不能。是有多强啊？他说那件干那件披风里面一定一堆针哦、喔。对。干。是被暴击很痛哎、欸。对啊。不，刚刚吸血真的是超爽的。你可以用那个雷电的那一招下去回血，他打的次数比较多些。放的范围其实有点过大。哦呦！我现在血量已经超低了。不知道，红血了。我把冒险拿去升级，300血量变525呢。啊，没有，我发现他血量都升级都是固定525哎、欸。我们不是冒险哦、喔，是那件叫骄傲的。穿上去一滴血的冒险那件是另外一件300血量嘛，然后加 CD 减 CD 加跑速加暴击吧。嗯，哇，他抓的第一下没抓到。嗯，我靠，阿干，哇，16滴194滴要被死掉。哇，对啊，你那件啊？我这件没有跑速哎、欸。哦，我这件是暴击加，哎呀，加哎
加亚，加亚，哎、欸，先打掉。打掉。我这边是暴击加回避。哦呦。被打到，被打到。砰砰砰！先冰箱，冰箱，冰箱。加回避。你给我。刚才我又看错人了。一个失手就大扣血，没在，要不然要回来买到那个高回避的袜子啊，嗯，有如果有暴击然后再高回避的话，那应该就比较轻松了。哎呦，后面等两个上来，不然就是拿到那个冲刺的，贴太近了，冲刺回避所有伤。你说哪一件啊？骄傲吗？骄傲就只有减血而已啊。啊，还是踩到了。啊！你不能这样子。啊！骄傲只压到一滴而已。我乱买血。钱多嘛。我先去休息一下，我先回来。晚安。来，红它是公主星。对啊。盖亚的铲子增加土加土大地伤害。这个是铁。这个是啥？这是铁吗？之歌。之歌钻钻吧。之歌钻头，红加加大地防御吧。哦，袜子。加大地袜子真的出了。你要买吗？独孤吗？也可以啊。独孤我觉得可以。你买。下去啦！哦，哎，等一下哈，没有我要的。这是什么？不知道哎。买了就没钱了哎。你要试试看吗？还是啊。应该是抓到，就是应该也是抓人的。那感觉大力之后跟那个调的比较好。大力之后应该会比较好。这应该往右上方面。完全没有功用吗？对啊，那种东西都是挑战那个啊，应该有什么穿那个过最难难度的那种啊。这种游戏都会有这种啊，会有让你一滴血。然后挑战最难难度的成就，是一种彩蛋。对啊，我之前玩的游戏很多都这样啊，一滴血。那个困难的难度应该也是，连新入谷也有好吗？新入谷也有，就是你不受任何一滴伤害过那几台，好像不错。带铁板吗？他带着水牢到处走啊！boss 可以带水牢到处走，那是有屁用啊！不是把他关住吗？小兵这一关 boss 没办法，增加移动，增加移动。你来，我不要，我一增加移动，我家就掉那个水，一直掉到洞里面去。对啊。boss 带着他走啊！天哪！哦呦！再抓一只，三只。一二三 ，up！ 我想说去引爆他的，真的。不知道。叮！阿弟好久哦。嗯。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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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。差点。这边多少钱？打不到风骚友啊！你传送后我先被系统传一次，然后自己拉。飞丝的大，
抓一只，再抓一只，哎、欸，抓同一只，哇，痛！杰克去吃饭了。悠悠，差点跳下去。哦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哎呦，等一下怎么抓小只的？哎，我这会眼花哎、欸。啊，你血量只剩五七。你们公司？下面还有路。